你是为了离开特首席的事儿？他没偷。你怎么确定的？我知道。 怎么办呢？一会儿去买车票。去哪儿？满洲里。回去吧，他们不会等你。 你想让我干嘛？跟我走吗？你不要再折腾我了。我妈刚才还问我呢，不知道她从哪知道了学校的事儿。 你去了那什么满洲里，你又能怎么办？会有办法的。你看看周围，所有的人都活着。我来见你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如果别人知道了，我就惨了。没人知道。为什么打他？ 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爸是因为受贿才待在家里的。跟你打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听了这些，就觉得应该动手了，就跟流程似的。